啊，80年代找他借30万，他就不借。那我当时是挺不开心。原来吴孟达在80年代因为赌博而欠下30万的赌债，当时他已经没钱，所以就找好朋友周润发借钱。但估不到周润发竟然一口拒绝，令达哥非常不快，甚至憎恨他。但多年之后，他对这件事都很快释怀，更加明白到周润发不借钱给他绝对是正确的选择，还大赞周润发当时的决定非常有智慧。